大家好，今天又出来找吃。今天有点 confuse， 在 GPS 哦 show 桃源谷，可是还没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桃源谷的路牌，我们就转进去了。原来后面有故事的，这家桃源谷 Wonderland 啊，它是 original， 之前它在上面那一边开店，后来地主收回，然后地主用回他的招牌来开，所以就变成有两间，一间叫 Fantasy， 一间叫 Wonderland。 Wonderland 是 original 啦，他们在这里已经有整九年了。然后因为他说老板娘说、是同样甘榜的人，同一个新村的，所以他也没有反对他用啦，就最重要不要破坏他的名誉就好了。 OK， 我们来看看漂亮的桃源谷。是桃源谷吗？是这里吗 ？Yes。哇，排队啊！这里这样的。Turn right。哇，还要过条河。哇、wow。哦，排一下。Cool。Turn right。哇。说我从那边进入去吗 ？Yes, this is right. 叫我们的游客。对啊，没有错啊。这声音倒是你自己夸的呢。我本来可以走路上来嘛，那边。来看一下个河。你不能走下去的了。不是，桃源谷怎么叫桃源谷？今天来到圆顶山脚下不给定义一间叫桃源谷的餐厅。刚才过了桥之后进来找 parking， 然后就来到这家餐厅。蛮有特色的，会有很多木啊竹啊，因为我地方也很大，所那边还有有餐桌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走进去，然后这是厨房。哇，蛮多人，桌子也很多，有位置吗？你先过去，我拍一下。我叫索罗巴西。你看这里的环境，这里。桃源谷还有一个鱼池，这个鱼池这些鱼是养来吃的呢还是养来观赏的呢，就不清楚了。整个环境是这样。桃源谷美食 Wonderland Valley， 你看看啊，这里下面是它是建在河边，河岸边，下面就是河流了。那么蛮湍急的，这河还蛮湍急的啊，这个地方很美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只叫了两道菜哈，这个也是它的signature 了，冰镇固柔蛹。没办法的，为了小瓜，这种也是小瓜吃的菜。哇，来了，清蒸非洲喇喇不给问，那么大的那么大只怎么办？我们只有两大一小，怎么吃得完呢？好了，要开动了。